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tanley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命理频道。那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八字呢，其实，在较早之前，在我的英文影片里也是有做同样的解说，用着同一个命盘啊、嗯，只是说在这一边我会用华文来做一个解说。所以有兴趣的你们可以过去开来看。那 OK，这一边你命辛金日主。 通常我们会遇到的比较普遍的问题，就是与金钱相关的，比如说啊、呃，经商啊、销售啊，或者是工作啊。然后一部分人会问关于感情，还有一些人会问关于他们的健康等等之类的。那以这个命盘来说，我们先专注在他的一个财运的一个部分。有一些人看到他的。 命盘就是说，它是一个有财无库。那什么意思？叫做有财无库。首先，我们最重要看一个啊，与、呃、金钱相关的时候，第一点就是看他的财运的一个部分。然后，接下来有一些人会去看他有没有所谓的财库或者金库，在八字里面，财库或者金库。 啊、呃，分别有四个字去代表，也就是辰、戌、丑、未，这四个字分别代表不同日主的金库、财库，或者说是有一些是木库。那我们在看这个八字的时候，它的地支其实就只有金水，那完全没有所谓的金库，那。 而且它又是为心金，它的真正的啊、呃、金库其实是在未土。那没有财库的话，就容易说这个人即使他八字里面有财，或者说他可以赚到钱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去保留他所赚的钱，很容易去花掉。那在我们眼中呢，其实我们不再看啊、呃、有没有所谓的金库。 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，让我们用一个啊五行生克的情况去排出来，它到底是怎样的实际的一个情况？OK，首先我们看他的天干有乙木跟己土，所以在天干方面，乙木克己土，乙木为他的一个财运。 就是财星有两个，然后去克他的印星。至于地支呢，金水有金去生亥水，然后有金是他的比劫去生十三。所以以他本命来看，他的财运还算是不错的。那。 他现在在他的这个大运，也就是戊子大运，我们再看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是如何。那在天干方面，一样是乙木两个乙木，然后有戊土、己土。那一样的财星依旧是两个，但是他的印星其实在这个大运是变好的。而地支呢，有金、生。 止水、亥水，那这边他多了一个十三给他。那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单单看他的财的话，其实是和他的本命是一样，就是两个财星，所以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但如果他是一个经商或者是业务或者是呃。 用他的能力去赚取金钱的话，其实严格来说，他在这一柱大运的啊、呃、一个财财运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多了一个十伤。通常十伤联系到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考能力，一个思维比较旺的一个十伤呢，也代表你更有啊、呃、比较清晰的一个思路，更加的啊、呃、会去有。 拿取一个好的机会，那如果他是在打工啊、呃，领固定薪水的，就可能不会察觉到有太大的一个变化。那当然，现在这个是以一个大运来看。当我们进到每一个流年的时候，每一个不同的年份的时候，我们依旧要去看每一年所会产生不同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。 那我们进到二零一九年，其实以二零一九年及亥年，它的一个啊、呃、排列组合没有太大的差别，所以我们先跳过去看二零二零年，二零二零年庚子年，在庚子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情形，也就是乙木和庚金变成啊、呃、就是乙庚合，那它的天干的一个排列就变成了乙木。 还有戊土、己土，但其实它的乙木已经是剩下一个了。而地支方面呢，有金、生子水、亥水。那地支和大运啊、呃、相类似。那 OK，那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时常说的从多数的变成少数的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它的大运。 甚至是本命其实有两个财星，那在进入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已经变差了，变得一个财星。那这个时候所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啊，当然轻微的就觉得他可能赚不到钱，如果他是经商的，那当然比较严重的，甚至就是会导致啊啊破财之类的。而从 二零二零年进入到二零二一年的时候，也就是辛丑年啊，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。那在辛丑年的时候，它出现的另外一种排列组合，也就是啊、呃，戊土去生戊土己土，去生辛金，然后去克。 乙木还剩下一个乙木，然后在地支方面呢，出现了一个子丑合，子丑合就剩下有金、寄生亥水。OK，以这种情形来看，其实，在二零二一年的时候，他的财运是这几年当中最差的一年。虽然在二零二零年，它是减少了一个。 但因为进入到二零二一年的时候，你看到他的一个财星是直接备克的。当这个备克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，它就是会产生一种啊、呃、那个食神负面的一个影响，也就是会面临到一个破财的情况。当然，并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会面临到破财，而是轻微的。 当然就赚不到钱，严重的，最严重的就是面临到破产、负债这一类的。而且在二零二一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的止水其实是消失的，所以跟大运来比，它的时商在这个时候也是变弱的，所以这一年他需要特别特别的去留意。 如有一些人，如果真的是手不好的话，在这个时候破财破产的话，那在接下去有什么好运，其实也都非常难的去爬起来。那到二零二二年的时候，啊、呃，也就是壬寅年，所以壬寅年，呃，OK，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，壬寅年它出现的一个组合就是天干方面依旧是戊土。 己土去克润水，然后还有一个乙木，然后我们在地支方面出现了一个隐亥合。当出现隐亥合之后，呃，就是有金生子水、亥水。OK，因为现在它的 财星也就是这个乙木出现在地支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以地支来看它一个财运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它出现就会有一种情况是你所谓的你看到，但是你吃不到这个东西，你只能够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去拿走你的财，而且当它被合的时候，有当被克的时候。 就是直接导致成破财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在二零二二年，虽然他的财星出现在地支，但是因为是消失的一个情况，所以他的财运也并不会很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到了二零二三年的时候，也就是一个癸卯年，在癸卯年天干方面就出现了戊癸合。 木鬼合也，接下来就是乙木、气克己土，然后在地支呢，就是酉金生子水、亥水，然后再去生卯木。OK，在二零二三年，同样的，它的财星出现在地支，也就是这个卯木，而。 他二三年的时候，也就是今年的卯木是没有受伤、没有被克的一个情况，所以在今年的时候，他的财运跟之前几年来比，甚至大运比，都是会比较好的一种情况。那当然，这是以年份下去看，同时我们都会说啊、呃，即使是大运，你还要看流年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。 而流年的好或者坏，我们还是要看啊、呃，有时候甚至看哪哪几个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。当这个，当今年呢，就是啊、呃，在八月七号的时候，到呃十一月八号这一段时间呢，它是需要注意的，因为在这段时间，它的财星其实是受伤的一个情况。 所以以这种情况来看，其实他的一个财运是有一个起伏的一个时间，就是比如说二二年、二一年、二零年，他的财运其实是非常糟糕的。那到了二三年，他的财运又会有所好转。所以，并不是看说一个八字有没有所谓的财库或者金库，而是看你在财运不好的时间你怎么去做，或者说你财运好的时候。 你去做了什么东西？那你在财运差的时候，你去啊、呃、保守的话，那当然你在接续的财运好的时候去做一个啊、呃、相关的动作，那你的财运自然就得以保留，而且也可以啊、呃、变得更富有。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那有什么疑问的，你们可以写下来，我可能会做一个回答，或者将来做一个以及去回答这一些问题。那。 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